諗過你點會 fit 咧？就去到你面前咧，就做一個檢錄啊，核對翻你哋嘅身份啊。咁為咗個術前分會咧，就係成立於1964年嘅。喺50年代咧，就係推動中國嘅武術、六人拳、師藝、拳中同埋拳館等係不為人嘅資歷培訓年輕嘅一代，讓年輕人純德尚武、強身健體，培養良好嘅品格。該會咧就係經常派員，學員咧就係參與國內外各國人嘅表演同埋慈善活動嘅，屢獲殊榮，亦都喺推上面咧係國有名聲嘅。嗱，咁我哋演錄完演錄咗之後咧，就會示意俾我哋噶啦。咁請第一代惠州國術拳分會係進場嘅。
請剛才陳導師提及。